三义一个叫做佐野小屋的地方，它的环境算是蛮干净，然后也蛮天然的，所以这边是可以看得到萤火虫的。但是因为现在是已经接近萤火虫季的尾声了，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在这边看到萤火虫。那因为现在时间还蛮早的，所以我们先进去这个园区里面逛一逛。进入园区之后，首先会到的 C 区，他们的蓝染区。接着进来之后，往前走就是他们的餐厅区，这边是可以吃中餐跟喝下午茶的地方。然后这间就是他们的蓝染工坊。佐野小屋里面除了让人家用餐的地方之外，它也有住宿区提供给游客来住宿。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啊，就是它的住宿区。这边的房型非常的多，然后都是小木屋的造型。从住宿区往上走之后，就会到佐野小屋这个园区的上面的小花园。然后这边的范围还算蛮大的，然后有做一些花园的造景跟休息的设施，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喝下午茶的地方。上面的花园，它划分蛮多不同的区域，然后萤火虫的路径就是从这边开始。我们现在已经深入佐野小屋后面的花园，因为这边有活的水源，所以难怪会有萤火虫。不过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已经有点晚了，然后萤火虫的数量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幸运的看到萤火虫。